你们不能杀掉他。阿高，他是狼，对待狼可不能心存怜悯啊。我不管，绝不能让你们伤害小拉，他是我从草原上捡回来的。阿高，我们牧民最恨的就是草原狼，就算我们不伤害他，其他的牧民也会把他杀掉的。我不管，只要有我在，谁也不能伤害他。要不然这样吧，我们将他放掉好了。阿高，我们不能养他，也不伤害他，就让他自生自灭好了。好吧，不过必须要我亲手将他放走。好啊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不用，我自己去送就好了。第二天，阿高便将小狼送走了。不过他每天都会带着一些食物来送走小狼的地方来喂养他，小狼也会每天准时地等在那里，他俩就像一对情侣一样，每天来这里约会，而且一约就是两年。小拉，小拉，我来了，你在哪里呢？小拉，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好吃的了，快吃，很好吃的。小拉，你今天终于出现了，好几天没看到你了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小拉，听爸爸说草原出现了狼群，你是不是加入狼群了？啊，小拉，你真的加入狼群了？不过这样也好，至少你有伙伴了。好了，再吃点食物吧，如果在狼群里吃不饱的话，你就来这里，我会给你带食物吃的。好了，你的伙伴们在叫你呢，你快去吧。小拉一天天的长大，他已经完全和狼群融在了一起，阿高和他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。有一个月没有看到小拉了，他应该是和狼群离开这里了吧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能回来。哎，最近草原的草是越来越少了，今天我们的羊根本就没有吃饱。哎，是啊，最近草原上不知从哪里跑来了一大群的野兔，那些家伙几天时间就把周围的草啃得一干二净，这样下去我们的羊群会饿死的。这都是因为狼群离开草原的缘故啊。二爷爷，你说狼群离开了草原？是啊，野兔的天敌就是草原狼，最近那些狼离开这里了，所以野兔就泛滥了起来。二爷爷，那狼群跑到哪里去了？阿高，这我怎么会知道呢？平时我们都担心那些狼，现在倒有些希望那些狼回来呢。是啊，只要狼群回来了，那些野兔才会消失，我们的羊才能有充足的食物。小拉，小拉，你能听到吗？看来小拉他还是没有回来。小拉，是小拉，小拉，我在这里，你快来啊！哎呀，小拉，你现在竟然长得这么强壮了。草原狼，哎呀，他们这是要干什么？打算要袭击我吗？阿高看着跑来的那几只狼，面露恐惧。这时候，小拉突然朝着那几只狼大叫了一声，然后窜到阿高的身前，死死地盯着那几只狼。那几只狼看到小拉后，竟然夹着尾巴转身跑走了。小拉，他们好像很害怕你哦。对了，你能不能带着你的那些朋
用，帮我们赶走草原上的野兔啊。第二天，一大群狼冲进了牧民区的草原，他们的到来让那些野兔纷纷走避，只用一天时间就将野兔给赶个精光。真是不可思议，狼群竟然又回来了，而且一天时间就让那些野兔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是啊，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当时还有羊群在那里吃草，可是那些狼却只赶野兔不伤害羊群，真是太奇怪了。啊，可不是吗？狼群赶走野兔后竟然也离开了这里，这种事情真是琢磨不透啊。不管怎么样，没有了野兔和狼群，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。只要一场雨，嫩草就会长出来，那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跑那么远放牧了。小拉，谢谢你。一场大雨过后，没几天，绿油油的青草便布满了草原。没有了野兔，牧民们又开始每天放牧的平静生活。而阿高则经常去寻找小拉，他想当面和小拉道谢。小拉，小拉！阿高，你刚才在喊什么？小拉？小拉不是你前几年抓到的那只小狼崽吗？是的，我就是来找他的。阿高，你疯了吗？要知道那只小狼崽现在应该已经长大了，长成了一只凶猛的大狼，他要是真的出现了，会吃了你的。不会的，我们是朋友，我见过他好多次了。叔叔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里的野兔就是小拉带着他的同伴给赶走的。哦，阿高，这都是你个人的想象，狼是不可能和人类交朋友的。哎呀，不好，狼来了，我们快离开这里。没事的，一定是小拉来了。是狼群，阿高，你把狼群给招来了，这下可糟了，我们又没带武器，要想从狼群里全身而退可是非常困难的。啊，怎么回事？小拉不在这里面。没有小拉要怎么办呢？我们得赶快逃。我们哪里跑得过狼啊，而且如果我们背对着他们的话，那样更容易遭到攻击。那现在要怎么办啊？第一，我们不能跑，第二，不要露出害怕的样子，我打电话求救。哎呀，我忘记拿手机了，糟糕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那现在该如何呢？我们不会真的会被这些狼吃掉吧？阿高看着一步步逼近、面露凶色的狼，露出了恐惧的表情。那几只狼似乎觉察到了什么，他们加快了脚步，飞快地将他俩围了起来。不好，他们这是要围攻我们。救命啊，快来人救救我们啊。不要喊了，这里那么偏，平常很少有人来的。就在叔叔和阿高绝望的时候，远处又传来了一阵狼叫，那狼叫声由远及近，围着他俩的那几只狼愣了一下，一起朝狼叫声传来的地方看去。此时叔叔也是朝狼叫声传来的地方看去，远远的一大群狼正跑了过来，他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。狼群，真正的狼群来了，完了，我们这次真的死定了。是小拉，小拉来了，我们有救了。阿高，你还真以为那群狼会帮我们呀？别做梦了。小拉，快来救我们啊，我在这里。小拉带着狼群狂叫着奔跑过来，围着阿高的那几只狼见后显得非常害怕，他们急忙转身夹着尾巴飞快地逃走了。叔叔目瞪口呆地看着，狼群跑到他们面前停了下来，阿高高兴地一下子抱住了最前面的那只狼小拉。谢谢你小拉，如果没有你，
我们今天可就死定了。狼真的可以和人做朋友？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当然了，狼也是有情有义的。护身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修行人不能错过的神秘月，在金刚乘佛教中有四大殊胜日，在这些殊胜日发心行善，则功德可增长到万倍甚至到亿倍。从藏历元月一日开始算起的一个月，即为神变月。请吃素、护身、持咒、念佛、点灯、施食、施药、进账集资，恒时吉祥，回向世界风雨顺时，无有灾难，众生无病无苦，消灾增福，发菩提心，福慧圆满。加分的成功人生 Come on， 生命电视台。